座拥挤的都市丛林，寻找一段失落的回忆，带着满怀勇气与毅力，我要再一次超越我自己。年轻的心永远有苦衷情，只要你愿意不断努力，烦恼失意都将一扫而去，胜利成功也会跟随着你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明天是不是好天气？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钟楚红，你是不是想两个眼睛都变黑啊？小乔，嗯，我看你就坦白从宽吧。你看我们公司的男人，为了你都没有新工作，每个人都像发情的公狗一样乱叫乱叫。哎，我们是男人哎，什么公狗？请你措辞客气一点。我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说啊？那你不说我说了。不行，西妹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们啦，姚乔一直都没有男朋友，她不可能结婚的啦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耶，一切又恢复到起跑点，我可以再公然的追姚乔。啊！钟楚红，你又太快送到了呀！好了，你们可以不要闹了吧。姚乔，你进来一下。总经理，你要收房租可以，你要骂我也可以，但是你要管我的婚姻大事不可以。你看你看，脾气还这么坏，我没要管你什么事儿。我说这封信应该是你的，你看看。土城，谁呀？我知道谁，你交友广阔，还有土城的朋友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他要还钱？没有，他说他已经被警察抓了，现在土城的看守所里面。哼，抓得好，这种人根本抓了枪毙的。他还有没有说什么罪名啊？什么罪他是没有说了，不过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，而且……而且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人的脸皮厚，真不要脸，还要你再跟我借两万块钱呢？他说叫你有空去探监，哎，他就骂你当他老婆嘞，还吃你脸了，我看。可是他都已经被抓了嘛，总经理。还抓了怎么样？抢了我，还绑了我，我还没干他就不做了，我想到他我就生气。总经理，你就当他是小狗嘛，你就再借他两万块。我看你疯了，姚乔，就是有你这种烂好人，才有他这种烂坏人，治安才会这么坏。好嘛好嘛，我不理他就是了嘛。我是烂好人，可是外面走私黑枪，治安坏，你也不能赖我啊。那不然，那你去当警探署署长好了，反正你都是对的嘛，不是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说下去，再说下去我们俩要吵架了。你去忙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哎，为了你一夜都没睡，还差点想娶你。总经理。我是不是又听错了？哎呦，少眼睛差真多，那一半都看不见的。你还没出去啊？还没，在等总经理刚说那句话。我刚没有说话，你去忙，你去忙吧。
下班后我想请你到国家剧院去听个评剧，然后我们到永和去吃豆浆。这个，林健，走开了！冯林静，怎么？杨条，林健，你下班我请你去龙山寺看歌仔戏，看完戏之后我请你吃抹茶鸡。抹茶鸡，我先吃拳头了。你都说我多少遍了？这里是公司，是你们工作领薪水的地方。我花钱请你们来是来工作的，不是请你们来谈恋爱的，知道吗？ 知道。哎呀，我再告诉你们，在公司里面千万不要夹杂私人的感情，更不可以有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，懂不懂？懂。哼，总经理，干嘛？请问一下，你这一道圣旨是不是包括公司的所有的人？废话。那也包括你了，你自己也不可以有台面下的动作哦。我。当然了，国王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好，那我们大家来联署提案。联署？你连什么署啊？你要当总统还要当行政院长？ 莫名其妙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我最大，我说的话就是民主，你们说的就是反民主，知不知道？搞民主搞到我头上了，哼！哎，公司又恢复经营时期喽，紧张什么啊？台湾最多的就是地下这个、地下那个了。哎，文静，你说的好，那我们开始，大家来摸鱼，我先摸。 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，我要你摸的不是这里，上面一点，下面一点，再摸下去就摸到总经理，哈哈，怎么样？我唱的不错吧？哈哈，唱的真的不错。你把我讲的话当放屁是不是？啊，包总经理，说话跟放屁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，说话是说话，放屁是放屁。我讲的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有点口水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 你给我站那个大玻璃前面，啊！然后你大声的说：“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”给我说一百遍。总经理，我又不是小学生。你刚才的行为比小学生还要幼稚。总经理，我知道你这样做叫做杀鸡儆猴，但是虐待员工是要遭受天谴的。你已经有天谴了，你把它给我说，说一百遍。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 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员工的忏悔声听起来实在是悦耳极了，管员工就像管儿子一样。 养子不教，谁之过？这老板之过。当老板实在是太帅了。慢慢念吧啊！错了，下次不敢。哎，错了。总经理遭骗钱了，总经理遭骗钱了。窈窕。 快6点了，你咋打出来没有？快了。喂，哎，我就是高今天。哎呀，李总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正准备出门呢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真的。好，好啊。哎呀，没问题。我不知道你这两天都在春风楼吃的嘛。是是是，吃腻就换一家。哎。 我自己也觉得他们菜越做越难吃了，会不会是大师傅换了啊？啊，哈哈哈，可以啊，你说哪里嘛？啊？哦，不会不会，哈哈，什么话什么话？那，哎，您只要让小弟表现我的诚心就可以了。嗯嗯，可以可以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那就那儿见了啊。OK OK， 好，再见。哈哈哈。哎，总经理。啊？他嫌春风楼的菜不好吗？哼。 他嫌春风楼的菜太便宜了，这小子就想狠狠敲我一顿。哎，这没办法。哎，怎么样？弄完没有嘛？你得快点，我们做人家生意不好意思迟到。总经理，做你做他生意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我知道是我，我在想双子星大厦起码100户，每户用2到4套呢，哇，是一大生意。哎呦，小姐你就别节外生枝了啊。嗯。 哎，你怎么还不去打扮打扮？总经理啊，一定要我去吗？
我最不喜欢这种应酬了啦，请你也不要节外生枝，好不好？姚条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去。万一被人家灌醉了，然后糊里糊涂就答应人家打折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去啊！万一我这样，你要阻止我呀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去。不过我事先要讲好，嗯，一我不喝酒，二呢我不打扮的妖里妖气的。可以啊，一切照老规矩。可是照老规矩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公平哎。还有哪儿不公平吗？当然不公平了，长隆公司全部都下班了，就我一个人加班。我这。你从来都没有想到替我加班费啊。没问题，从今以后呢，你加班费就从宽核算，可以了吧？真的吗？而且你出应酬一次呢就得加两班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哎，我有一点要注意哦，晚上应酬吃的饭钱是要扣下来的。那我就喝汤好了。跟你开玩笑的了。哎，刘毅啊，你要不走啊？嗯，雪儿她这两天月考，我在帮她温习功课。哎，尤毅，那你走的时候要记得锁门哦。好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总经理、总经理夫人，再见。雪儿，你搞错了啦，那是丁小姐，不是总经理夫人呢。杨条，嗯，那个叫什么雪儿小女孩是谁啊？哦，是证明公司新雇的小妹，听说是尤毅同学的妹妹。哦。哎，杨条，请坐。哎，总经理啊，你要在这请客啊？没有，我听说这家的控霸很好吃，而且说吃一块控霸可以抵押半瓶 XO， 多吃几块控霸的话可以千杯不醉。哦，难怪你死吹活吹，原来想偷吃肥肉解酒。哎呀，肥肉不好吃，可是酒更难喝啊。现在做生意不好做，当老板还陪人家喝酒，真是的。哎哎哎，真，你要吃什么？哎，陶哥啊，这个控霸 W 两份，你知道啥意思吧？我知道。你的意思是说控霸 W 就是两地控霸啦，一碗菜头汤啊，对，饭都不一样。嘿，跟他控霸对，哦，你真大行啊，一定是哦老顾客跟你介绍的啦。对对对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，快点啊！总经理。两块大肥肉，我怎么吃得下去啊？没有关系，尽量吃，吃不下去包在我身上。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喝多少酒呢。总经理，既然不爱喝酒，其实这种应酬你就干脆交给卜经理嘛，卜经理反正喜欢的不得了。是啊，喝酒的事儿我交给他办是很放心，可是他做起事情来我不放心，你懂吗？尤其最近他外务又特别多，而且我一直在怀疑他会不会哪天做出对不起公司的事情。这男性的直觉错不了。嗯，我看是老板的直觉更错不了，而且错得很好吃。别挖苦我嘛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来了，这好，吃得起了。哎呀，哎，总经理啊，你看这肉上面的脂肪比你身上的还多，你怎么吃得下去啊？没问题，怪了，这一闻就知道，这名不虚传的。嗯，很热。第二姐，一起来，我敬你们两位。姚总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胃痛，医生说要敬酒，我以茶代酒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，不舒服，我敬你，我敬你。哎，老总，哎，现在没事，我把报价单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酒没喝够，我从来不谈公事。今天晚上。下一套，你带我去那到哪去喝一杯呀？哎呀，这个没问题，我先干为敬。好，嗯，李老总啊，下一套你是爱上哪就上哪，包在我身上没问题，听你的吩咐。李老总啊，我以为你跟谁喝酒呢？原来是跟我们的马桶王子喝酒啊。好久不见，对对对，马桶王子，不知道你有这么台的绰号。赵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啊，有朋友请我吃饭，我听到李老总的声音就过来看看呐。哎呀，马总，来来来，坐下，你一定要喝一杯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哎，一定喝杯啊！李老总啊，哎，你不能叫我马桶皇后哎，你叫我皇后，那他是王子，那我不成了他妈了吗？
哎。不，你叫我皇后，那他是王子，那我不成了他妈了吗？你们这个说的对。你们一个是赏音乐部的总经理，一个是酒肉的副总裁，台湾的马桶界的两大盟主，应该喝一杯。来来来来，我敬各位，我敬各位，我敬妈妈喝一杯啊。哎，这位小姐是她是我公司的特别助理。哎，我姓丁，请多指教。哦，原来是马桶王子身边的马桶公主。开玩笑，你都有很可爱的绰号。来，我敬各位，敬各位。那不就一句话，一块儿坐，我们一块儿吃嘛。来来，弄一个，弄一个，坐吧，坐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是不介意啊，不过你们可能有生意要谈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今天呢，是你们赏心悦目跟这个酒炉到底是谁的生意比较好？应该一直都差不多嘛。对。不过最近呢，我们推出了新产品，好像口碑比较好，好像现在业绩要领先他们一点。是吗？是。会不会比较贵啊？那个报价单拿来我看看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想应该不会。报价单没带来？没有，带了带了，我们特别带。带了您拿出来，快一点。总经理。在哪？总经理。哎，老弟，你怎么了？昨天他喝多了，他想抓兔子。哎，那赶快去吐，哎，吐出去舒服了。我扶他去。哎呀，男厕所你进不去，还是我去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自己去，我分得清楚，我没喝醉。总经理小心啊！丁小姐。这个人不会喝酒，偏偏要喝，每次都是这个样子。是啊，我们总经理平常是很少喝酒的，大家见到李老总，他心情一高兴，他就猛喝，他忘了他自己的酒量了。哦，丁小姐，这个人记性是不是有点差呀？不会啊，他到两岁还没断奶的事情，他都还记得一清二楚。那报价单没带来？该是带了吧，只是不知道放哪去了。哦。李老总，对不起，我失陪一下，我去洗个手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哪里？真的找不到？找不到，我刚到车上也怎么样都找不到。那怎么办？照实跟他说。不行，这样他会不信任我们的。他又怎么？他刚醉倒在厕所门口，我把他拖回来的。我没醉。算了，你先把他送回去。好的，那对不起李老总，那我明天那放假再亲自送他回公司去。啊，没关系，明天见，我去帮你。李老总慢走啊。我没醉。李老总已经走了。你不要骗我。走了。皮包没带。进来。总经理，您找我啊？昨晚下班是不是你最晚走的？是啊，我把门窗都关好了才走的。有没有捡到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哦，那你同学的妹妹雪儿呢？她是大近视加大迷糊，到处掉东西，就算有1000块啊，放在地上她也看不到。怎么可能会捡到东西呢？总经理，是不是我们公司掉东西了？没有，公司没有掉东西。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是几点钟你们离开的？你和姚条走了不久，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小玉收一下。钟世红，你在干什么？报告总经理，我在做我们本月份的文具的日常用品它的消耗统计表。我看看，原子笔用了四档。对啊，我们公司最近常常掉笔呢。一早用了9块，三天用1块啊，手不怕洗烂掉？报告总经理，手不会洗烂的，因为我总是等到第一块不见的时候，我马上补充第二块。肥皂、圆珠笔都跟你一样，长翅膀都废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告诉你，就算公司人他不爱惜公物，你们要管制啊！弄得公司不像公司，东西一天到晚不见，人也不见了。普经理呢？报总经理，普经理不归我管，他是你自己亲自领导的。哎，喜美呢？报总经理，喜美我也管不到他。哼，奇怪了，平常没事的时候都看你们在这儿泡冷气。找你们人的时候，突然都不见了，就跟公司东西一样，都长脚都会跑了，是不是？总经理，我有手有脚，我没跑啊。你是东西啊？不是东西，可是我是人。好讨厌哦，每次要用香皂都没有。香皂又不见了，钟楚红，你听到没有？20天用了10块香皂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总经理，其实很简单嘛。第一点，以后呢，本公司不供应香皂，要用的自己带来。第二点呢，本公司以后每个月只固定供应几块香皂，用完之后不再补充它。总经理，你猜试看要用哪一个案子？我要用第3个案子，本公司继续供应香皂。但是你要负责把偷香皂贼给我抓出来，我不希望本公司的人有偷窃的行为。是，总经理既然吩咐下来，属下一定遵照办理。那还有啊，厕所里的卫生纸也全都用光了。啊，你们女生用卫生纸还真凶哎，我昨天才补充的呢。好了，少啰嗦了，卫生纸跟香皂案子一并办理，听到没有？是，属下马上执行。有意，你叫有意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叫他帮我放卫生纸还有香皂了，我不敢进女厕所。你少啰嗦，你去执行公务哪都能去，不要偷懒。是。女生啊，女生，嘿嘿，如果我不幸进了你们女生厕所，请你们看到我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吓着，也不要尖叫。你放心，鬼看到你才会尖叫。对，因为是鬼吓鬼，你人吓人不可怕，鬼吓鬼才可怕，对不对？哦，小易，那我吓到你咯。对啊，我被你吓到了。那你也是鬼咯，矬子。进来吧。进来啦。讨厌哦，叫人家帮你这个忙。是啊，喜美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带路，我怎么敢进女厕所呢？万一里面有女孩子在方便的话，那多不好意思。那你忙吧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喜美，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讲，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时间呢、啊。这里都没有人了、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。你有话快点说啦，这里气氛不好。喜美，我有个朋友送给我2张电影的交换券。我想晚上请条条去看。这家戏院演的是文艺片吧？嗯。你不是每次看文艺片都会睡着吗？哼，我每次睡着都不是故意要睡的呢。听说这一部片子很好看，再加上我对条条的感情和我自己的毅力，我猜这一次一定不会睡着。你只是看而已，你能保证你不睡吗？我也是希望不会睡着啊，但是。还没有到那个时候，你现在就算你做100个保证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拜托你，我希望你帮我追到我条，拜托你站到我。姚条，你刚刚在里面、那我刚刚说的话都被你听到了，都听见了。那你答应啊？答应啊，答应将女厕所的事啊，通通都交给你。
齐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姚姐好。我像是厕所里的香皂，不像是厕所里面的马桶，你要懂得欣赏啊。是香皂先生，待会请你这里忙完了，洗个手再出去办公啊。哦。只要是姚条说的话，我一定要尽力做到。我洗，我洗，我洗。你把自己的价钱杀那么低，你看这笔生意能做吗？怎么不能做？我跟你讲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先把价钱压低低的，让客人对我有信心，觉得我们公司的价钱很公道、很老实、很可靠。等签约了以后，我给他配这个件、配那个件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价钱不就还原了吗？我懂了，总经理，你这一招叫做掺水还圆滑，对不对？周总，打从你进公司来啊，你第一次说对话。哎，总经理，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做好像不太道德呢。哎，钟主播你怎么搞的？我这么做别人会竖起大拇指说，哎呀，普京的英明，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？钟楚红哟，请问你是？耶，王班长，班长好。哎，班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我退伍半年多了，朋友介绍我到这儿来当管理员。哎，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碰见老兄弟啊。哎，班长真巧啊，以后我们可以天天的见面了，因为我在楼上这个赏心悦目公司上班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副经理，请你移驾一下，帮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业务部经理，姓朴，这是我们班长，他现在就是我的直属长官。哦，副经理，你是朴凡？对，你就是朴凡。是我，哎，我当过你的班长，哎，你是陆军炮兵营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炮兵营的呢。告诉你，我由台湾带到你们到金门，哎，你是在金门退伍的，你忘了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是我班长嘛，韩班长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样，退伍快10年了吧？哦，不止了，快11年了。啊，韩班长，你的记忆力真好啊，我的小班兵的事情你记得这么清楚。当然了。你特出嘛，你记不记得你在金门退伍的时候，你说你当兵2年没有往家里寄过一毛钱，他问我借了3000块钱，哎，我到现在我都没忘啊。这个我好像不记得。我的记性好，我还记得你到现在一直没还。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你没有还当然不记得还钱的印象了。我是说我有跟你借吗？怎么样，你想赖账啊？你要不要找人证啊？孙班长、吴排副都在部队里，要不要找他？不要生气啦，这一笔钱算我的好的了。大便入坑，小便如屎，哎，这怎么都搅和在一起啊？他借的是新台币，怎么能扣你的薪水？咋没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，我当炮兵习惯了，对不对？退了伍以后啊，哎呦，也是每个地方都随便乱放炮了，所以啊，每次出事情哦，都是我们普经理帮我扛的呢。好了啦，周楚红，你干嘛充当什么烂好人？我跟你说不还钱，什么？你承认了？这不是认不认的问题，我这人公事忙，记忆力不太好，3000块嘛，小钱嘛，那么急干嘛？那这是我名片，你待会到我公司给我拿好了。对不起啊。好，待一会儿啊，我找你算清账。好。班长再见，副经理等我。姚条，嗯，根据你收集这些资料，我发现我们公司最近投标已经连续3次被人家微差的抢标，我认为我们底价有外泄的可能。会有这么严重吗？说不定只是巧合呢。不可能是巧合，而且我认为跟我们的估价单失踪有连带的关系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所以我决定要查。
那应该要彻彻底底的查。对。哎，那要怎么查起啊？从卜凡查起。姑娘啊，听说你找我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一进来文静跟我说，你问我去哪里吧。哦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，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。是是，你要带你去忙吧，我想跟卜凡谈一些事情。嗯，好。总经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公司最近常掉东西，你要小心点。哎，总经理，大楼的管理员老王说有急事要找你。哦，没别的事，我出去了。好。哎，总经理，你问的怎么样？我还没问他。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。哦，三千块是吧？小 case， 我开支票给你。哎，经理呢？我经理，我这里有笔，弄笔我用不惯。哎呀，三千块钱不是什么大 case， 用这种笔就可以了啊。我的经理不见了。哎，你们谁拿我的经理了？哎，快开吧！你要是再拖的话，我可要和你算这十一年的利息了。那一波两起了啊！这是讨债，不用交什么货啊！再见了。我明明记得放在抽屉里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钟子红啊，拿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哎，经理啊，什么样的金笔啊？女朋友送的。对呀，我的金笔都是女朋友送的，而且我每一支笔的后面都一个很美丽动人的故事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谁拿我的笔被我发现的话，嘿嘿，我会要你们好看。我接你电话。哦。喂，我是卜凡。哦。是你啊，对不起啦，我刚公司太忙，没忘了打电话给你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待会儿下班之后，我接你一块出来吃晚饭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又有个送金笔的上门了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追查报价单的下落，这是唯一的线索，别给他吓跑。总经理，报价单跟偷卫生纸怎么会有关联呢？是不是太神经过敏了？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关联，但可以确定的，雪儿她不是主角，我们要不动声色，这样子可以使幕后操纵的黑手自己就露出来。总经理，你是怀疑卜经理？我觉得他的嫌疑最大。表乔，我们先分头下班，假装没事，然后我们在那个街口的空肉店我们碰头，我还有其他任务要派给你。哎，好像跟真的一样。哎，总经理。总经理，下班了。哎，卜经理呢？哦，还没下班，他就准备走了，铃声一响他就进电梯了。Thank you.
在这里。总经理啊，你到底有什么任务要交代给我？告诉你啊，这个任务很简单，对你来说驾轻就熟。哎，陶哥啊，那不如空把两个哈，谢谢。好，马上来。我不要，两碗都你吃。一定要吃啊！今天你要代表我去跟李老总应酬啊！你要不吃会喝醉的。我不要了，我陪你去，我已经觉得很勉强了。你要我自己单独一个人去，我才不要呢。苗条。那李老总跟我要报价单怎么办？我又不会应付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去陪他应酬，因为你陪他应酬的时候，我就回公司，我去翻一下卜凡的抽屉，还有看有没有别人的抽屉，我一定可以找出了秘密。那个秘密一定就在抽屉里面，你知不知道？总经理，这样不太好哎。这怎么不太好？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巧？你看到没有？是卜经理。对呀。喂，喂，请问九如吗？哎，赵副总在不在？啊，不在。有没有刘化？好好，谢谢你，我再打电话给他。再见。看到没有，被我活逮吧！这小子果然不错，没安好心眼，暗通敌国。苗条，事不迟疑，我去跟踪卜经理，然后你去陪李老总应酬，有状况马上扣我。总经理，我嘘，来，你来。哎，来，小姐，半斤半斤。嗯，这么肥的空吧，我吃下去不成小号的友谊了。丢了，卜凡大人知道我在跟踪他。还是热的，刚才的确有人在这里，一定隐匿了公司的机密文件。想起来了，我也见过你，也是在楼下大门。我刚看你鬼鬼祟祟的，我还以为你是小偷呢。我看你鬼鬼祟祟的，也以为是小偷了。那你有看到其他鬼鬼祟祟的人呢？我一层楼一层楼顺上上来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，除了你之外。除了我之外，你有看到我公司其他的人呢？总经理，你们公司里招了小偷，还是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没有。总经理，我看你的表情好像是有啊。你老实老实告诉我，我去报案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没有。总经理，你可不要嫌我啰嗦呀。大楼管理员好比部队的安全士官，整个大楼的安全都由我负责呀。总经理，你可不能骗我呀。我骗你什么了我？我回公司加班也归你负责啊。好吧，你加你的班，我上我的班。不过总经理呀，以后你们公司里招了小偷，警察来穿我作证的话，我只能说你最有嫌疑，因为你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。Thank you.
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刚还以为是卜凡来了。哎，你应酬怎么那么快就可以回来、啊？哎呦，别说了，我一去那里聊着，老早就醉了，他连我是谁他都搞得迷迷糊糊的。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，我干脆就回来了。李老总不是海量吗？他怎么会喝醉呢？有美女陪着他，迷汤再加上洋酒是很容易让人家醉的。哎，总经理，你知道是谁陪他吗？美女当然就是你了。我才不干这种事。不过告诉你啊，你一定会生气。是谁？是不是九如的马桶皇后？哎，你很聪明，你猜就猜中了。不是我聪明，只有九如的马桶皇后会让我气死。一定是卜凡搞的鬼，一定是他在泄露公司的机密，一定是他在帮马桶皇后还有李总的搭线。你看到没有？下班的时候他不是跟马桶皇后电话联络了吗？那你查到什么呢？还没有。哎呀，你看他抽屉这样乱七八糟的，他自己找东西都找不到，何况我们帮他找。哎，总经理，你看的是什么？哎，反正小的公司了，还做了真是不少的生意，为什么要勾结九如呢？这是什么？亲爱的卜凡，可爱的卜凡，我的小虎卜小海凡，我永远忘不了你。总经理，这全是见不得人，都是情书啦。哎，这还有照片呢。我看他是不敢放在公司里面，应该是放在家里面。总经理，难不成我们还要到他家里去找啊？我看算了吧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不行，难得有机会，我还再看公司有没有其他人跟卜凡有勾结的。可是，除了许仁会偷卫生纸比较有嫌疑之外，我觉得公司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找啊。你像喜美，我跟她这么熟，对不对？你看她抽屉整理的这么干净，一定不可能的嘛。喜美怎么会有这种笔呢？看看这谁的笔，上面还刻字：“凡，不能常相守，但愿常相忆。希望你以后常常记得我，写信给我。”好肉麻啊！这不是卜经理的笔吗？常相守，但愿常相忆。希望你以后常常记得我，写信给我。好肉麻啊！这不是卜经理的笔吗？喜美为什么会偷卜经理的笔呢？会不会他们两个旧情复燃，然后喜美偷偷帮着卜凡？不可能，喜美不会做这种事。那干嘛拿卜凡的笔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回去问他，我要骂他。你先回去。哎，姚晨，你等一下，你帮我收拾收拾再走啊。总经理。那你告诉我，只要你以后保证你不跟卜经理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喜美，喜美，哇，你是谁啊？是我啦，宗楚红。宗楚红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我说了，我向你保证哈，我以后不会睡在温柔乡。我不是要你说这个，我是说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为什么会睡在喜美的床上？是喜美让我进来的啊。喜美会让你睡在她的床上？我不相信。真的吗？真的是喜美开门让我进来的啊。不然你自己问她咯。
解释清楚，他为什么会睡在你的床上？他睡在我床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是来请你看电影的，结果……结果你躺在床上看电影，你越讲我越迷糊了。其实哦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才好了。不过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。好了，钟楚红，你不要解释了，那么晚了，赶快走吧。哦，11点多。不过刚这一觉睡得真香，我还做了一个梦啊。别说梦话了，快走啦。好，晚安，小姐，再见。晚安，喜美，你的床真好睡，我睡得好。走啦。谢谢你的床。很简单啦，钟楚红他来约你去看电影啊，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看文艺爱情大悲剧就会睡着的，我化妆的时候我就叫他先看电视，谁知道他一看8点档的文艺爱情大悲剧就真的睡着了。那我看到他手上有2张票，反正不看也白不看嘛，我就打电话叫韩小姐陪我去看，就这样子啊。难怪我一回来就看他睡在你的床上。哎，牙条，你今晚去哪里啦？我今天在办公室你的抽屉里面找到补给里掉的笔。